慈济清水日照中心的长辈欢喜迎接上人。一踏进清水净思堂，里面还有更多长者，生怕上人看不到，卖力的挥手。大家拢虔诚叩参，回到故乡出生地，上人勉励慈济志工精进招生，接引更多人投入行善，法脉相传。当爱清水啦，真感恩呢，有这个因缘，有这个道场，上欢喜的，就是有安尼的精进，从此啦。 大家人发心啦，入关啦，菩萨救生，才具有道场，一定爱培养菩萨。把握分秒，上人北返途中特地经过三义中医院，医护人员把大门口当成了爱的加油站。 是南华，我刚洗完，我唔知呀。快点，大家来，我真欢喜啦！哈，你先从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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